早，对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但我很喜欢早上起来空腹先喝一杯柠檬水，然后可以的话就先吃点水果，然后休息一下才开始吃我的任何想吃的早餐。OK， 我个人有个很奇怪的点，就是我早餐喜欢吃偏甜的东西，像是要么就是打 smoothie， 打个果汁，混合果汁，或者是吃燕麦，或者是吃吐司配花生酱啊、巧克力酱。当然我会试着配水果，让它稍微健康一点，但就是我早上没有办法吃咸的，但是我超级爱吃蛋饼，但我的点就是我会想要中午的时候再吃蛋饼，超怪超怪。反正我就是早上要吃甜的，然后中午跟晚上才能吃咸的，怪怪的，但就是这样。哈哈，好吃好吃。其实我最近最喜欢的咖啡还是绿子冲的那一个，可是我今天有点懒，所以直接用这个即溶的。然后我咖啡要嘛就是黑咖啡，不然就是配燕麦奶啊、杏仁奶啊，或者是欧洲的 soy milk， 豆浆。对啊，我蛮避免用鲜奶啦。对啊，一直讲对啊。我其实会避免自己追剧，因为我会蛮没有控制力的，会把整个一季在一个晚上看完，所以我唯一会看的就是 Friends 六人行，因为它你不用追，你就是放轻松的看而已。你进来前你要先去登记你的体温，然后去登记你的名字才能进来。 OK， 如果休假比较多的话，我会试着让自己一个礼拜去健身房三次，就是流流汗让自己身体健康。但如果飞很多，通常可能两三个礼拜都不会去健身房。那当然如果你在外站飞到那个饭店然后有睡饱的话，我就会去饭店的健身房运动，让自己流流汗，因为体力真的要顾，不然空姐蛮累的，真的。我以前在台湾运动是为了要变瘦，但我现在改变了很多，我就运动真的是为了身体健康，然后让自己的免疫系统好，流流汗，然后促进血液循环。那瘦不瘦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我其实飞很累，累到其实吃很少，就飞完睡，睡完飞这样，所以运动真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健康。
宿舍，我们两个人一起住。这是我超喜欢的品牌，我不是一个这么对保养这么有 you know 的人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用起来最最好的。它是韩国的，可是我在台湾买的，因为我皮肤很敏感，所以它算是很 soft， 怎么讲，就是不会很刺激我的皮肤，所以超爱。衣服，我们这边的洗衣机是在厨房里面。好的，洗衣服。好了，我洗衣服没有什么 you know, 太多的讲究，反正洗就对了。我妈是会分类了。我没有这么贤惠，全部给它放进去。这是我在巴厘岛买的，在台湾买的。公司提供很大的一个东西，真的其实没有很多，我已经丢了很多。这是制服，差不多要归还了。然后这是我剩下衣服，但我真的还需要再精简一些。你看这个。就是它有点像沙包吗？这是一个学长给我的，他是我一个台艺很好的学长，然后他是太阳马戏团的，超强的。我觉得我小时候他就是我一个偶像，我们以前会一起练习。然后学长他叫陈星河，我不知道我这样 po 出去会不会要骂。Anyway， 这是他送我的，他很厉害，可以拿很多颗。然后我有一次好像跟他练习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可以拿，然后我想要练习，我就把他带来卡达，结果也没什么练习。就是我觉得当你要搬家或是整理宿舍的时候，因为我最近要搬家，所以就会发现很多东西。
东西都没有用，人不要囤货，就会发现很多新奇的东西，所以新玩具。我超喜欢植物的，我觉得房间有绿色的植物啊，或者是 我有时候无聊就帮自己买 一朵花、啊、放在那边，心情就会很好，整个房间的那个整个气场就会变得很有能量，超级爱。中文书，然后英文书，OK， 宿舍日常第一集到这边告个段落，因为影片太长，所以我分了两集，所以这集未完待续 ，To be continued，See ya。